游泳赛事展开，大三林佩文出战公开女子组50公尺蛙式，预赛游出32秒80，以小组第二晋级决赛，最终以32秒20夺金，三连霸卫冕成功。赛后他人表示，今天的表现普通，没有达到他心中预期的目标。就是当然希望自己可以游到32秒以内，没有想到三连霸这个，就是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游出最佳而已。蔡秉荣初赛公开男子组50公尺蛙式，预赛时游出28秒83，落于台湾师大吴俊峰之后，决赛以28秒77夺银。同时，他也有参与今年全大运首度新增的公开混合组男女4×200公尺自由式接力，与队友齐心协力，最终抱回铜牌。我今天是50公尺蛙式啊，然后有凭最佳成绩，对，算是表现还不错，有在那个状况内。对，今日除了陈瑜龙和林佩文在100蝶及50蛙夺下两金之外，四银则由王新浩、蔡秉荣、朱成平及杨玉轩抱回，郭彦霖及男女4×200公尺自由式接力再添两铜。台湾体大共计进账2金4银2铜，明日将由王新浩、黄美倩等人接续出赛200混及100自等赛事。记者吴婷宜、柯廷玉台南报道。